今天是我第一次那个大晚上的拍一个片，所以我现在声音都会有点沉，这样子怕打扰到别人。对，因为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那首先这样子，你今天讲的是什么？去拆表，拆一个石英机芯这样子一个。那你们现在看到我一个表面，你看到这两颗啊，然后看到一下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你看到掉了，已经就这块掉了。这样看应该可能会清楚一点，对吧？反正就是三点钟和那个十点钟的位置已经掉了，那我今天就拆了，然后把它粘一下。那粘的话，我可能就用一个普通的胶水，然后正常的那个刀，还有两个的那个螺丝刀。但这两个的话，它这一边这样，这两个反正就是不够，你看不是很够薄，没办法，就是说把机芯给拆了，这样子一个情况。那首先那个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拆了。一样拿一个纸巾，这个刀我准备一下，拿一下哦。OK， 还有一个眼镜布我还准备了，对，然后一样先把这个拆了。希望能看得清啊，这把 OK 啊，这次可以简单多了。这次那次修的话所以比较那个，这次的话就还好。还有一个镊子，没事，不太行的话就这个，对，因为这个活它相对来讲比较细，那有些东西我会准备的比较那个。然后这里下来的时候，哎，你们看到机芯，机芯的话呢，有些如果有这个点，你们看到这个点，这个小点的话呢，有一个小点，对，啊，是这个小点，如果有看到这个小点，你们再拆，看不到的话就真的不要动了，因为我也是上网看着学的，那他们都是说按这个点，然后就能把这个给弄出来。那现在我这个是旋开式的一个怎么就那个表把。就旋开是一个表冠，那现在我就把这块给按了，按一下，对，你看到就可以拿出来了。那进去呢，哎，你看到其实有点小弹性，对，其实这样子一旋就可以了，懂了吧？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个你们就那个，看不到的话就算了吧，我觉得，因为上面还有一些像这种小螺丝，这种能看到吧？就这种，这个。如果是说因为这个的话旋开的话，我这个螺丝刀你看不太行，不够薄，可能要专门买那种修钟表的还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反正就这样这个情况。那因为通常卡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表冠，那表冠拆了以后，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个维修那这个地方可能就这样子把那个这样子跳一下，因为这里你看到出来了，哇，看一下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拆表，说实话，哇，这质量，哎，两条东西出来，先把它弄下来，哎，在这了，不要那个 A， 不要弄到我手啊，这个质量哇，看一下，这跟视频里面看完全不一样，非常硬，这感觉很硬，这钟表质量就是不一样啊。这做表了，就是它先吸做出来那个车床测出来，我就把里面给拆一下。其实我这个表已经外面已经花掉了，其实已经是，但我戴了9年了，我舍不得说扔了还怎么样。而且用了9年，其实质量还好，就这种刻度什么的就掉了一下，其实还行。然后这个的话，对这个，然后里面的这个也拆一下，这样子。不知道能不能拆得到这样，再擦一擦吧。因为里面这一块的话，暂时看见这个刻度这块好像拆不出来这样子。反正现在整个很光亮，但你们其实应该看到屏幕上面应该是看到有点花了，已经是有些是我指纹，当然它是真的花掉了，所以就里面反正现在保持很干净，那我们就先放一边去这个部位，反正我也不用说很追求说什么吹得很干啊什么的。然后呢，机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我们刚刚插表冠是这个地方啊，电池在这，对吧？那我们插在这，那你看这个交接，那所有石英表都会有的，你看这块就有一个，你能到时候记得对准这个地方啊。那现在我们先这样子，我就先把这两个上一下那个胶水。哎呦，这胶水有点那个了，我放一边去。然后呢就
不太好弄，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弄。第一次弄这个事情，我怕我手抖。可以。然后就这样。啊，好紧张啊！紧张，真的很紧张。我第一次弄，真的。懂的朋友可以给我普及一下，这样子。哎，弄了一点了，看到了。那多的地方把它弄掉啊，反正我们就这样子弄了那么一点点哈。然后这一块应该是这个面啊，我们就这样上去吧，可以吧？好像我弄的不是很干净，这样子。不是这么弄的，还是这样子。那我把放上去。我现在没有在看我现在没有在看那个手机屏幕，这样子。我现在是在看这个表盘，就我直接手拿这块，就看上面那个反光。然后就我再拿一张纸巾。好吧，好像真的不能手抖，说实话真的不能手抖啊。再来一遍。我回来了，哎呀，刚刚我直接把刚刚那个跳过，因为弄了我很久，然后弄完以后还是有点那个小的一个边。那我最后怎么处理呢？我是一样那个就是这样子，这个轻轻，我刚刚忘拍了，哎呀，好伤心，就轻轻的那个边在这里刮一下，很薄，刮一半以后粘上去的时候还是有点这个小痕迹嘛，对吧？有点小痕迹。那我怎么样呢？我是这样子按着这个这边就按了一个小条，然后我这边扫过去刮掉，然后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按一下扫过去刮掉，然后再按一下那个内侧，再扫过去，这样子把它擦干净，这样子，就这样子弄得很薄。现在这么看，还是有点小瑕疵，不知道是我夹的还是怎么样，那个刻度，你看这条，就我左手拇指这块啊，反正就也行吧，我要求也不是很高，能 OK 就好了。那现在这回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刻度上面，我们再擦一下吧，可以吧？保证一个刻度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看就这些。对吧，擦一擦啊，保证里面 OK 啊，刻度上面如果 OK 那我们就可以了嘛，对吧？那个里面那个边好像也没擦到，其实不也行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擦完以后然后这个反正弄完了这个呢麻烦活然后再下来就这样子，那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刻度，然后再对准一下这样子，这个地方啊，针跟那个什么的，对，就是那个表冠的那个针，好，那个 OK 了，对准以后吧，应该是对准了哈，这么一看，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放上去，对，放上去以后我们拿下我们的一个表冠，然后这边怼进去了，开始，好，那一个看到里面，不知道你们能里面看到这个我拇指这块，看到进去应该是没问题，可以了，这声音一看就知道可以。然后呢就是先把这个给盖上吧，能动了嘛，反正肯定就是先把它扭紧，其实我挺喜欢这种表冠的，能扭能什么，新的 CK 其实我没那么喜欢。那看能动对吧？好，那个再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这个了，把这个封口，再把时间调调，就大功告成了。我又可以再出一条废片了，希望这条片对你们有用吧。我也是第一次玩了啊，反正就跟大家分享，就这个。还是说你们比我更有经验的，早就做过这个事情了。哎呀，你看按的这个边，好，那个红色圈也看不到了，按成这样子。好，我们调一下这时间，先把这个扭开。现在是。现在是那个12:47，那我们就是
47分，好，那个就这样子，好，这样子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整只表非常的漂亮，现在我给它再擦一遍，可以，其实挺光亮的啊，用了9年，其实这样子还算是挺新的吧，我觉得可能是里主要是里面擦了，对的。好，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